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带你们来看一下华为的二手市场。今天呢是元宵过后的第一天，向你们说，两千的预算在市场应该拿一台怎么样的折叠？来给你们看一下，乖的 N2 福利就是可以去选它的一个小小的折叠。今天我一个韩国的客户拿来拍指甲，特别好看，就用着这个机器。我说你为什么不用三星呢？他说他喜欢我们 OPPO 的一台机器。四千的预算你们就选一台 VS 二代，这台流畅度嘎嘎完美的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而且很轻，重量超轻的。然后如果说还有更高的预算，我就建议你们来选一下 X3 X5 系列，这些就是一个上万的机器了。还有更高的要求，你们可以直接上它了，闭眼入都不会出错的，就是非凡大师。这台机器是一个华为天花板的机器，而且是红色的，可能还是我头一回握在手里的一台机器，特别完美的一个陶瓷工艺。它这个后盖还是烧出来的工艺，你看，很满满的艺术感，都是豪华大满配的。如果说你看到哪位老板手里握着这个机器，就是形象的象征，肯定是某高层啊，某企业的超级老板，好高级的一台机器，特别漂亮，拜拜。